年龄越大越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一个人，离得太近怕被嫌弃，拉得太远怕被忘记，脑子里搜刮了一堆甜言蜜语，又怕说出来彼此腻味，太主动怕不被在意，太冷漠怕被误解。如果在我们的心里能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拉在一起该有多好，这样我就不用用语言行为来表达我对你的喜欢。我有时候会发愁谈感情，在感情里我是个智商比较低的人，就像一只猫一直低着头看鱼缸里游动的小金鱼，嘴巴是馋的，可爪子扒着缸沿怎么都够不着。一个人或许要慷慨，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有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，生命的起伏要认可，懂一个人需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，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，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，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，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难舍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，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，有时也会失败，怕被淘汰，想去找一个明白，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，未来你何时回来，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，有你我的爱，我们是对方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，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